在看风景，在欣赏夜景。现在是下课了，然后刚刚吃完饭。gym 嘛，还是非常的，就是感觉还好吧。因为其实刚开始就是解放的第一天，我其实是出门的。然后你们猜我去干嘛？我去活动了一下，就是和同学我们去打了一会儿篮球，然后再去外面吃了个饭。然后那一天就是算是第一次，又隔了一个月吧差不多，然后又出门，然后就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呢，最近呢也是在公司这边训练的，然后也是在恢复体能，然后包括之前就是因为在家躺了一个月吧，可以这么说，对，然后就是在恢复体能，主要是现在是恢复。然后第一个肯定是火锅，还得是老肚。午餐肉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嫩牛肉肥牛卷烤肉，那个烤牛肉，然后烤猪肉，就是五花肉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苕皮，还是苕皮应该是 ice cream 香草，然后是巧克力，然后再来个原味牛奶味，那就草莓。第三呢，排第三，草莓味怎么了嘛？如果别人有空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打完篮球，然后再去吃。最近比较冷，然后呢，多穿点衣服。还好，因为在我们家，因为我们那个家就是有那个。就我那个被子，它是那个，就我妈给我重新买了一套了，就比较厚，所以晚上，其实我就一般穿一件短袖就比较还是非常的温暖。我们现在到点了，下班，拜拜。